验到超指压，直到烘干，整个完成手做的这个乐趣。等一下有兴趣的来宾，就算是一张白纸也好，也可以同时把这个超指压直到烘干整个程序带回去，永久的保存做。配料打浆机啊，它的结构原理就很像家里的果汁机，放进去平均搅打2到3个小时之后，这个分解过后的树皮纤维原料，它的触感好像是那个卫生纸放到口袋里面经过洗衣机搅打之后的触感。这招它也是取代了培养土的部分，所以只要定期的浇水之后，让这个种子长到一定的高度的同时，再把这张种子纸呢移植到泥土的表面。为您介绍这个手工怎么准备？堆叠起来，因为它已经静置一个晚上了，让它比较稳定之后，也就是今天的豆腐明天压，因为它很像一大块的豆腐的形成哦。那来压纸机这边是把对的水分把它压榨出来，所以现在是进行分工合作的方式，把这些手工纸搬来的部分呢，平均压6到8个钟头左右。原本像是一块大豆腐的这手工纸，压到现在才9点多了，压到下午大概3点多以前左右，然后就把它打开。原本这么厚的手工纸，它会变成薄薄的一层。原本的纸豆腐就变成了纸豆干，那所以这边呢也是一天只能看这么一次而已。还有像是说下午在打开的时候，纸豆干再分批送到烘纸师傅的区块来烘干，这个也是一天只能这么一次而已，所以大家是幸运的。交给我他独特的名称，那你当时交也可以让来宾们呢挑选自己最喜欢自己的手工纸的种类。像这张白玉纸，白玉纸呢，它的纸张纸质比较柔软细致，所以又有白玉纸之称。另外还有像是双层纸，烘一张纸张称之为单圈，烘两张纸张称之为双圈，以此类推，也就是加它的厚度。烘三张，它里面的原料有干净的水、植物的胶质以及植物的纤维质这三种原料。工具的大小会决定纸张制作的大小。那纸张的厚薄度啊，都是经由师傅他多年的经验、手势经验以及目测经验来控制的。摇荡的时间越久，次数越多，也等同这张的纸张的厚度就慢慢的增加当中了。纸张的形成，这是利用了纤维重组的技术。当手势拿着工具在摇荡的同时，让那些纤维平均分布在整张竹帘上面。来，姐姐，我们来这个。那么对的水啊，它同时会从竹帘的细缝中流失出来，对的水啊也会从趁着泼浆的方式来呈现。那摇荡好了一张纸张之后，再从左手边抽起一条线，放上线的最主要的用意呢，是方便让后面烘纸师傅方便取纸用的线，区隔线、取纸线，一条线一张纸。放好线，转身复帘，将这手工纸重叠在一起。为什么纸张跟纸张重叠在一起而不会粘在一起的原因，跟那条线没有关系哦。因为每张纸啊都是利用了纤维平面重组的技术而组成一张手工纸的，所以每张纸它的纤维排列、组合、方向位置都是有所不同。所以只要重叠在一起的两张纸张，假使没有经过人为外力的摇荡影响之下呢，纸张跟纸张的纤维绝对不会垂直。慢慢的加压到下午3点钟左右，原本的纸豆腐就变成了纸豆干，压6到8个钟头之后就是了啊。然后纸豆干因为它还有一些的含水量，必须再送到烘纸师傅的区块来进行烘干的。最我们会烧会烫呢，铁板里面它不是放电也不是放火，铁板里面衔接白色管子里头打入的是水蒸气，温度只要一打开会有90度到100度的高温。那也是因为使用水蒸气的关系，所以尽管放心，纸上它放越久它也不会烧焦，不会变黄。那么呢，这边算是最后一道的关卡品管区，如果纸上有任何瑕疵的、破损的，不浪费，全部收集在一起，再回打浆机的方向位置重新做回原料。取纸的方式呢，就是利用纸豆干最上方的那一条线，这样子截断。接着就像是耍大旗般的，将这手工纸平铺在铁板上方的同时，再拿起手上的这把大刷子，松针刷1公斤左右的重量。手势是不能乱刷，
必须由内向外刷，将这空气刷出来。刷的那一面叫粗糙面，铁板那一面称之为光滑面。刷太大力会将纸张给刷破，太小力则是会产生所谓的皱褶。铁板的加热原理，它不是放电，也不是放火，铁板衔接白色管子里头都可以使用。阿爸，我们爱惜图案，不要搬动它。图案在中间的同时啊，再拿起这个桌上的水先试喷雾状，试雾状不要太近，那么一次喷的话就太湿润了，不行。我们要分次的喷洒软化纸张纤维，像这样子，这样不够。为什么？因为今天天气实在太好了，如果这样的干湿程度的话，很容易造成上色的时候让纸张跑掉，所以我们再补喷一遍。一定要充均匀的充满软化纸张的纤维，就是这样的含水量。好了之后呢？桌上都有提供这个机器纸张哦，它同时是吸水保护作用的，一次一张盖上，刷子拿起来不要这样剁，要平平的敲，敲打力道用手腕的关节弹性，那样弹上弹下的敲，左到右，上到下，它的打的力道分别是有图案，有看到吗？有图案形状的完成，就是代表的吸水效果程度就是特别好，打的完成效果就是这样。打大概几遍呢？2到3遍左右。一张湿了再换一张。那在打的同时啊，你会发现到我现在有刻意的避开中间，为什么？因为刚刚选择到这中间是有凹洞的，所以我必须避开这中间凹洞，代表着我这张纸张不会因为我这样捶打它就破掉了。破掉了，对对对。打到第二张的时候啊，再来观察干湿程度。第二张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是湿润的，代表着墨遇到水会晕开化开。如果它真的没有损伤的话，没关系，这还可以重复使用。或者是破损的，刚刚有说到，一定要好好珍惜，爱护用纸。拿两个香菇，这个叫踏包，一颗拿来清沾墨纸，因为早上才刚开幕。对。一颗拿来对打调节颜色，调节好颜色的同时呢，这报纸先试墨一下。这种颜色最好，不要这么深，这么深容易失败的，这么深容易失败，要这个颜色就好，不是要粉的点一种。上色的时候啊，跟大家分享我的经验，绝对不要摩擦、甩晃、瞪都不要有，一定要抓牢牢的盖章的方式，慢慢盖，慢慢点，把这颜色慢慢给它撒上去，像是胡椒粉般的加色。上色的同时啊，特别注意这个重点的所在啊，就是不要轻的让纸张移动跑掉。不说心经就变大悲咒啊，很容易造成这个模糊的现象，或者是纸张跑掉，所以跟大家分享我这个小经验，那也更容易让大家完成的制作是非常棒的，带回去做纪念。就算说是很简单的古代印刷术，你也可以抓到它的唯美的效果，还有它的那种漂亮的程度带回去的。这边呢，刚刚说到我呈现的这个叫阳科，凸起来的部分才有办法达到上色的效果。来，香香起来了。